看到咱这么侪乡亲，然后我就欢喜了哈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好奇我讲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掩埋场？哦，还是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？咱的乡亲这么侪人站出来，立刻表示反对。好，哦，而且这个反对还可以透过咱台湾的民主的机制，变成是一股力量的来源。所以我头拄仔咧听咱金口兄咧讲吼，咱一个龙旗这个所在未来要安怎开发，要安怎创吼，伊拢有足侪的想象。啊，头拄仔我看者啊，他连地图一照片都弄好了，吼。所以我感觉讲，这是人民的力量，吼，真的是人民的力量。但是我来到遮，看到迄个地形地貌，吼，啊，请咱的杨会长咧讲。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掩埋场的事情，是怎么样开发台湾在地形地貌上很珍贵的一套咱的资产，这样要开发怎么样利用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我们下一步要走。你们看看安尼遮尔水的所在，大家说哦，咱来开发，咱来搞，那么就多较侪人来享受，可以来做一个体验哈。但是这个政府机关跟法令法治要去突破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套就是要有一个特别小组来处理，好，哦。所以我这个拜上那个咱的行政院的外公可能中，所以用建的是你应该来交代，讲去龙旗看卖者，我去看下啦。啊，这下我的心得是安尼，拜托你做一个特别小组，跟咱的地方政府啊，跟咱的政府一样。啊，这会来的啊，那个在地的议员，好，那议员哈，都一起来做。希望讲这个，咱大家关心这么久、抗争这么久的代志，我们有一个 happy ending 啦，吼，啊，有一个我来做他往前走的动能，啊，这个是政府跟大家站在一起，一起往前走，不要再站在对面，好，谢谢。